詹姆斯再创大三元，骑士踢馆50-5连胜 USA Today。记者年鸟云综合报道，詹姆斯近期表现锐不可挡，今面对巫师缴出20分、15助攻、12篮板，连3场比赛缔造大三元，率队以106-99力退巫师，写下5连胜，且近19场比赛仅吞下1败。上半场打完，双方战成平手，一篮后两队一路拉锯，决胜节倒数3分钟，洛夫3分球命中，加上詹姆斯上篮造成对手犯规，完成3分打，骑士逐渐将比数拉开，最终以7分差获胜。骑士经团队命中率40%71%，胜过巫师的40%29%。洛夫攻下全队最高25分，巫师则以比尔27分、5篮板表现最佳，沃尔则有15分、10篮板双十演出。此役詹姆斯穿着黑白两色潮鞋登场，宣扬种族平等议题。近期状况火烫的他，经收下生涯第61次大三元，也是本季第6次，且近5场比赛以4度缔造大三元。